他等一下，我是小学生，我呸，我是中学生了。就你啦，谢谢，怎么不说句谢谢？你为什么不说句谢谢？中学生的怎么这样的？我靠，中学生长这样，你老师要急死吧？别追我了好吗？他没有追，他没有追你啊，他在追我。你怎么咬我？他追我，你快点走，他追我，快点！哇，他追我，哇哦，他被我打了，哇哦！哇哦，没关系，我也是这样中学生，我现在是中学生，哇哦！我的脸上来喽，快点，在哪里？我们一起来喽！哇哦，砸中他喽！哇哦，哇哦，中学生，哇哦！你在哪？你在哪？你现在在哪里啊？我把头发带给你，死吧你，好吧？在哪？这边。啊，你死吧，等死吧！你敢骗我啊？你个男的，你搁那搞什干什么啊？男的就应该多被欺负一下，知道吗？精神哇！哇哦，他又打我了！小黑子，快救我啊！啊，什么小黑子？小孩子啊！你这声音听上去十三岁有吗？没有吧？十三岁，我只有十二岁耶！哇，你看看我猜的很对吗？哇哦，中学生！监管还是求生呐、啊？我吗？不是呀。个幸运儿。好的。哇哦哇哦，你要被砍了！哇哦！嘿嘿。你为什么玩舞女啊？你好变态呀、啊！哇，我要被双打了！舞女，快买个球给我！人家叫电话亭。哇，你还会唱歌？你们那晚会唱的什么歌啊？我一般都唱大鱼的周深的歌。啊，你会唱宝宝巴士吗？啊！你怎么知道我要点这首歌？哦，开门了！哦，你说呀，不要开门了。你今天开始你要干嘛？啊？从今天起，我要自己上厕所。干我！滚呐、啊！鱼，你有病是吧？滚呐、啊！滚呐、啊！人家小朋友不砍，砍我，砍这个上厕所的。我早就不砍你可能。我操！鬼呀，你是真正的小黑子吧？赖冰洋，懒冰洋，干嘛？救我、啊！我不是牛仔。哦、你是穷仔还是我不是、啊，我是小女孩。我小女孩，快救我、啊！我叫小美妞。我操！你小朋友，你干嘛？你有病啊！抢我板子啊！叔叔要生气啦！叔叔要生气啦！叔叔生气啦！就是生气，就是拉屎在你头上，小心点哦。你说一句，叔叔好帅，我来救你，快点说一句，叔叔好帅，我来救你。啊，叔叔好啊，叔叔好。叔叔好帅，不是好。是个大好人。叔叔好帅，快点。啊，叔叔好帅呀。啊，好，救你的，好，其他靠你自己的，好，靠你自己的。我操，这靠了，这怎么是玩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我操。干呐、啊！叔叔为了救你，被两个屠夫硬追。哇，这没有道具了，这个幸运儿玩怎么这么孽障啊！我看，哎，我要你活下来。你怎么死了？完了，你飞了。他们不要挂你，你说你还有一个在大船，快点，他们不要挂你。叔来救你了，叔来救你了。不行，我操！快不快挣扎？这鱼你怎么像亏平了一样？怎么知道我在这？我操！滚呐、啊！老子慢翻这么牛掰的慢翻！我操！这个鱼，快挣扎！快点挣扎！快点挣扎！你喊叔叔帮你啊？喊姐姐干嘛呢？喊叔叔帮你！我操！这边就没回上。叔叔走了，叔叔给你打一把枪吧，我看。你呀，吸了你了，金身我还没有飞人，你知道这飞人都飞十几次了，我看。你非要送走我，你干嘛？这个毛什么意思呢？我看。